在今天一天的课程当中啊，老师已经教了大家六神的一个位置，对吧？对。那么包括三吉三凶，并且呢已经把六神当中的前三个讲了，还记着吗？哎，我们一起啊稍微回忆一下好不好？那么大安是吉师兄，也吉。大安代表什么意思呢？平安、安稳、安逸这种状态，对吧？哎，安嘛，大安嘛，能理解。那大安的五行是什么呢？木。五行属木，对吧？颜色是什么颜色？青绿色，对吧？大安代表的数字是什么？一五七七。五七啊，记住。那么大安代表的方位是东方啊，在正东方，叫东方。那么这些大家理解了吗？要记下去啊，现场能记住多少就记住多少。那么大安在身体当中代表什么？哎，四肢和什么？胆。哎，这几点必须要掌握。大安又代表青龙，叫林青龙。这几点是大安的核心内容。假如卦象掐到大安了，说婚姻掐到大安了，好不好？好。因为婚姻最需要的是什么？安稳。对，夫妻之间就这种状态，就安稳的一种状态，安逸吉祥啊，这是一种状态啊。那么比如说投资如果掐到大安了，老师讲了，一般的掐到大安的投资可不可以盲动？哎，一定要谨慎，因为大安代表的一种状态是什么呢？是稳，是身不动，也就是在这我不动，不动就是急的，明白吗？一动怎么样？哎，就容易发凶。所以如果从投资角度啊，后面我们还会深入讲，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啊。当然大安本身就是急的，对吧？一般的不会给你带来太大的损失，这个你要知道。但是原则是身不动为急，动就容易凶。那么老师强调了，说假如做生意，大安掐到了大安，适合做什么生意？做啥？就坐在家里卖货。这种商店了，或者自己开个店铺，等别人来。说假如你想借钱，你在家里做怎么样？可以把想要借钱的人请来，进了你家里，你在家里坐着招待他，他的希望就大，也就借了钱的希望大啊，都是一样的。那么假如做生意合伙，合伙掐到大安了，可不可以合伙？是这样的啊，老师后面也会再详细讲。大安代表身不动为吉，动则凶，还记得吗？当然了，大安本身就是吉卦。那么刚刚有位同学讲得很好，大安合伙可以跟谁合伙？对，跟家里人或者家里最亲近的人啊，让你爸给你投点资，跟你哥哥跟弟弟亲弟弟一起做点事儿，自己内部最好不要在外城市，明白吗？在当下的城市或者近就近做生意，叫做商生意，它还是吉的。这个大安的特性大家一定要明白，就特性就是身不动为吉，动反而不好。只要不动的状态对他来讲怎么样，就是吉的。哎，那么如果动反而要谨慎，谨慎对待啊。当然首先它是吉神，这一点我们是不用太顾虑的啊。如果是凶神就麻烦了。那么流连，流连代表什么意思呢？哎，漫长纠缠，对吧？哎，这件事情又漫长又纠缠还拖延。那老师说了，如果别人来求你预测啊，说这件事情我要把钱要回来，我别人欠我很多钱，我掐到流连了，能不能短时间要回来？要回来很难。为什么呢？因为流连本身就代表这个事情要拖延，就要漫长，所以你短时间很难收得回来啊。所以流连的特性大家要知道。那么流连的五行属什么呢？水。属水，方位是正北方，对吧？哎，北方五行属水。颜色呢？黑色。哎，黑色，因为黑色五行属水，这个大家理解吧？哎，所以知道通过流连我们就知道它的特性。那流连的数字代表几？二。哎，很多人都记住了，二八十。哎，流连的数字代表二八十。在身体当中流连代表哪个部位？是一个什么胃？哎，这个就记住啊，这有一些知识啊是要掌握的。当然现场我不可能完全把这些知识这样掌握，但是最起码你要理解，课后面要复习啊，大家都做一下笔记。那么流连是凶的，对吧？对。那么流连的下一个是什么？速喜。老师讲了速喜好不好？好。因为毕竟
是吉的。记住啊，这六神当中，吉本身就是吉，凶本身就是凶，先把大的格局吉凶先定义。当把大的格局吉凶定义之后，我们再细探讨。比如说大安投资不太适合，外地不太适合，跟别人合伙往外走都不太适合，这深入去理解啊。那么速喜首先是吉是凶？是吉，代表什么呢？迅速的、喜庆的、吉庆的，哎，就这个概念嘛，就快速的，哎，好事来了。当然了，快速的好事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把握住机会，当下就要做，当下就要完成。如果再等、再拖一拖，时间长了就会由急变凶。所以，当推到速喜的时候，当下的事情马上就得办，不能等。包括说，以前做的一些风险的投资，那么我算一算，我前一段时间投了股票，哎，我现在确实赚了点钱，我看看现在这股票能不能赚到钱？哎，如果一掐，速喜应该怎么办？对，把股票呢就赶快卖了，卖了之后换成现金。那么换成现金了，你确实赚钱了，赚没赚？那就是赚了嘛，对吧？当然，如果你说等一等，我再想多赚一点，再摊一摊，可能就会由急变凶啊！因为当下这种状态，特别是风险高的，包括老师强调的股票也好，或者是一些什么什么什么资金也好，或者等等的一些高风险的什么期货也好，这些行业或者这些项目，必须要快速的回笼啊！如果不回，你就没有机会回了啊！所以这个是非常直接的啊，大家要明白。但是速喜呢，本身的这个概念大家要理解啊，整个的一个概念。那么首先呢，速喜啊，吉的，它数字代表几？三六九，对吧？方位代表南方，颜色代表红色啊。这几点老师强调，这几点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大家能记住，现场要进脑子。如果实在记不住，那么今天下课之后，晚上大家也要复习，因为明天很多内容会讲的稍微深一点，有一些东西你可能就不太好去掌握了啊，需要一个过程，大家也不要太着急啊。那么速喜呢，南方红色数字369，在身体又代表什么呢？心和脑，包括心脑血管都算啊，都算。因为速喜的特性包括血液，能理解吗？为什么代表心脑血管和血液？血液颜色是什么？红色。还有它的特性，通过这个归类五行的万物类象，我们可以去理解啊。而且速喜的特性大家要知道。那么速喜的下一个是什么？是口。好，魏老师写一下是口。是口呢，首先就代表口舌是非官非牢狱血光伤灾。你看这玩意儿写挺多是吧，怪吓人的，就证明这老伙计怎么样？凶啊，凶啊。在整个六神当中啊，是口可以说是最凶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对我们的伤害都是比较大的。那么首先大家看一下啊，口舌是非官非牢狱血光和伤灾，是不是对我们都是伤害？没有好事的，没有好事。那么从文字上理解，赤口，你看这两个字，赤口啊，一看就是不好的事情啊，矛盾呐、打架呀啊，跟他都有关系啊，包括说血光啊、伤灾也跟他都有关系。那么赤口的五行是什么呢？金。那你想到这种伤灾、这种肃杀之气，就可以想象它的五行是金。那么颜色呢？白色。方位是西方，哎，西方，这个是我们要理解的啊，把方位整个一个做一个大约的定位啊。数字代表什么？4、7、10啊，它临白虎，也代表白虎的意思啊。有的时候在秀里乾坤当中，我们不写赤口，直接写白虎，白虎见到白虎这两字换算成赤口，它赤口是一样概念。李老师写一下，赤口等于白虎啊，这个可以写一下。有的时候我们后面有一些诀，就所谓的整个秀里乾坤预测的一些口诀，会有白虎这样的文字啊，大家便理解。哎，白虎是什么？哎，不知道了、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一定要记住。好，那么这几点呢一定要明确啊。那么病伤在肺和呼吸系统，包括身体大的骨骼，也就是赤口在身体当中代表什么呢？第一代表肺，第二代表呼吸系统，还代表身体大的骨骼。大的骨骼呢，其实就包括胸椎啊、腰椎啊、脊椎啊，包括整个胯骨等等的啊，都算在内。包括呢，开刀动手术及恶性病症等，
什么意思呢？赤口一出现，一般的就不是好事啊。严重一点呢，在身体当中就会代表开刀了，做手术了啊，或者是这些恶性的。恶性呢，我们说最严重是什么？癌症、肿瘤等等的。所以赤口这块在测病的时候最怕出现啊，特别是一些大病。什么叫大病呢？就是这个人本来就已经知道自己得肿瘤了，当然了，不知道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能理解吗？那来了之后找你测，你嘎嘎嘎一推，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赤口，大部分的都是恶性的啊，大部分都恶性的，最起码即使挂不了也得大手术啊。大家一定要知道，病症最怕出现赤口啊。后面我们都会详细讲啊，原理也都会给大家讲，大家先把这个概念理解啊。赤口呢有不吉之象，包括惊恐之事发生啊，这一点很重要啊。什么叫惊恐呢？就惊吓、恐吓，跟这赤口也是一样。什么叫赤口呢？你看老师表现一下，像不像啊？这吓一跳的感觉，也有惊恐、惊吓，能理解吗？它这概念啊，要不然那叫赤口嘛，就吓人啊，就是惊恐的事情发生啊。当然了，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有惊无险，真是吓一跳没事啊，能别整出大事啊。所以赤口这老虎的太坏了，对于我们来讲，不想见到它，不管是测什么。都不好啊！当然了，有好事，打架啊，抢银行，杀人，放火，狩猎，可以啊，遇到赤口的可以干，明白吗？对于人来讲，反正你干也不好，干出事儿了也不行，也不能干啊。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好事遇到他了都不行，明白吗？坏事倒是在研究啊，因为后面我们会深入讲啊，大家不要太着急。那么首先呢，代表惊恐。这种事情发生，包括凶险、意外之灾啊，都容易发生。口舌是非的含义，凡事呢用之都不及啊。这里面唯独什么呢？老师讲完了，狩猎啊、打架呀、抓捕罪犯可用啊，抓捕罪犯可用啊。当然你是公安局的行啊，不是公安局的赤口你也不能上，上的话容易挨刀，明白吗？能理解吗？什么意思呢？赤口卦象，假如你推出来了。如果你不是公安局的，如果你是旁人、路人，说路见不平一声吼，能不能吼？不能啊！被吼，吼完之后了，容易挨刀啊！咱是好事、坏事还得跟我们做参照物。什么叫参照物呢？以我对比，就像老师强调的，我作为一个小偷，我偷成功了，对于我来讲急不急？急。但是对于别人来讲，这小偷，那你偷钱偷成功了，而且偷的就是你钱，他急不急？那肯定不急了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确啊。那么包括什么呢？特别大的项目遇到死卦不能直断不及。特别大的项目，老师给个估算吧，这个项目在2亿以上，按这个标准来衡量，这个项目它产生的价值和利润会在2亿以上，甚至20亿、200亿。如果推到赤口了，不能直接与凶论，为什么呢？项目太大了，它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特殊白虎的项目，明白吗？但是告诉你，只要卦象出现赤口了，这件项目即使能成，最后也会磨难非常，问题多。这里面当然你为了赚钱可能要牺牲一些，这很正常啊。以前有句话叫一将功成万骨枯，还记得吗？真是这样的。所以赤口的特性啊，对于我们正常人、普通老百姓来讲，这卦象出现了都是不吉的，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定义成凶啊，不干了这些事情。如果你没有说几百亿的项目，那没有几百亿的利润干，你不整不整了。哎，要不然你干的过程当中也会磨难非常，叫慎为。慎为大家能理解吗？谨慎的去做。哎，当然了，从老师的角度能不做就不做了，这个做的过程当中会折磨死你。虽然你能赚20亿，可能也得扒层皮啊，因为这个项目对于我们来讲不好啊，相对来讲是凶的，因为毕竟赤口出现了。那么同样，老师在上一节课已经讲了，如果测夫妻婚姻感情的过程当中测出现赤口会怎么样？吵架了，而且基本上已经吵了，正在吵，明白吗？你来了之后卦象一出，他没说话你就告诉他了，就是干架了，干了，哎，他真干了，真干了。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他没干，这个卦象一般不会体现赤口，只要赤口一体现
这个事情基本就已经成立了啊，就已经改了，而且打了啊，可能会严重的会产生家暴等等的行为。最简单的是口舌啊，口舌就那干的就骂，互相都已经动手这个感觉啊，就是一样。那么同样，如果在投资上，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推的是口，急还是凶？凶。而且记住，投资上，假如这个人来找你预测了，最终你用月上起日，日上起时啊，别让老师他们教他，就会这一招。那么假如你按当下的时间月日时，最终的结果推到了一个什么吃口啊，那么这个投资说我这个钱投了，投完之后吃口了怎么样？哎，假如已经投了怎么样？对我们来讲是吉是凶？凶，而且吃口一般的绝对不是小钱。石老师，我投了200块钱，你给我算算吧。他卦象不会临吃口，只要吃口出现了，一般都是大钱，都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甚至上千万以上的。那这个钱对于你来讲，吃口已经产生了，那么能不能拿回来了？基本上是没希望了，基本上没希望了。而且对于你来讲，这个就是赔了啊。吃口一般的是很难把这个钱拿回来了啊。这个概念其实是一样的。当然，刚刚老师强调，如果做生意没投钱之前，钱还没投，咔咔咔一下，这都吃口了，投不投？不投。哎，不投。而且这个钱投一定是大数，明白吗？就像我说，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他，比如说老师，我想投20块钱，你算一下的，一般卦象不会出现吃口的啊。这个卦象就很有意思。什么叫卦象？很多人不理解，就是万事万物都有它的规律。当我们成为一个预测师，或者我们懂国学智慧，你跟宇宙之间这种能量是先链接的，它会告诉你这件事情结果，或者给你提前预示。那么包括刚刚李老师已经讲了，说天不能言怎么样，以事相告，或者以象相告。象是什么呢？卦象，就老师强调的。也就是说，老天呢虽然不能说话，我们老百姓来讲，说空气当中除了人跟你讲两句是吧，那是大神是吧。正常来讲他不没办法告诉你，但是他会用卦象告诉你说这个项目不能投资的话，而且会赔，而且会赔很多，而且一般的都是大项目的时候，卦象它会刻意的出现吃口，那么这个窟窿就比较大，赔的就怎么样比较多。那么同样赌博，说别人来找你了，郭老师，我昨天打麻将了，你帮我看看昨天麻将打的怎么样，是赚钱了赢钱了还是赔钱输钱了，你咔咔一下得到吃口怎么样？输了。而且怎么样？没少输啊。基本上就是对他的角度来讲是输大钱了。所谓的输大钱，一般的就是以他的身份、他的地位、当下的能量为主，对吧？马云可能输2亿不算钱，对吧？但对我们来讲，可能输10万20万的感觉也不少啊。他是这样的一个特性。那同样赌博呢，老师强调了，如果推到吃口了，可不可以去赌？不行。后面我们会讲啊，不行的。而当然老师不提倡赌博啊，不教大家赌博的招啊。以前问我郭老师啊，哎，你回头教教我秀秀乾坤，我去赌博，保证赢钱我给你发红包。我说你爱找谁找谁去，对吧？因为什么呢？因为传统文化国学呢是让我们积极向上的，明白吗？那赌博这些东西好不好？本身就不好，就我们中国的法律相对来讲是不太允许，对吧？黄赌毒，对吧？哎，中国当然你要是上澳门是不是好像合法的，是吧？对，哎，那地域不一样，要求不一样。但是对中国人的观念来讲，赌徒，哎，这个词儿不好，对吧？就瘾君子等等的，说这个人怎么事儿不好啊，这是我们要理解的。所以呢，我们当卦象出现吃口的时候，一般的就没好事啊，没好事，而且比较凶。刚刚老师已经强调了一遍了，最怕病当中出现什么？吃口。一般的如果是病，而且确定是一些大病，那么找你测或者找我们来预测卦象推出吃口了，一般的都是恶性的，而且很难治愈的。相对来讲，这个人就是时间的问题呢。如果从卦象来讲，多长时间呢？3天，百度3天，4、7、10，对吧？4个月、7个月、10个月，对吧？一般的很多说老师能不能是4年、7年、10年？很少，因为卦象体现的时候，一般时间不会拖那么长，可能也就是按月份算，
可能最多这个人可能也就一年左右，就十个月吧，能理解吗？可能就会怎么样，就会走。哎，特别是有一些大病啊，当然假如人家感冒来了，大一群群吃狗来，能不能谁死了？挨打跟老师没关系啊，人家感冒了嘛。但是感冒去到吃狗容不容易好？容易好。而且记住啊，如果卦象他会告诉我们一些信息，他既然给我们这种卦象，不会无缘无故的，叫天不能言，以事相告，就以象相告。他既然给这个卦象给我们了，基本上假如是真是感冒，这感冒可能也会伴随着咳嗽，很严重，明白吗？而且短时间可能不太容易好，甚至会更严重，明白吗？哎，更严重一些，哎，引起了一些咳嗽啊、哮喘呐、肺病啊、肺炎呐、等等。但不能说你感冒来了，你说你最多十个月，对吧？那肯定挨打。但你要知道这个病症是人家已经确定了，医院现在做完片儿了，说肿瘤肯定是，但是没做切片。就是没有确定是良性和恶性，这个时候如果推到治口的话，基本上恶性的可能性极大，能理解吗？而且基本上很难救了啊，很难救活啊。当然老师在明天后天会教大家一些化解的方法，想不想学？想。把癌症都治好是吧？你说说老师，这我治癌症不会说专门开个门店说治癌症，写着专治癌症古老师传授，我一被古老师抓起来是吧？有病第一件事要去哪儿？医院。啊，千万不要迷信啊，这是一定。但是呢，风水也好，或者预测也好，修理乾坤也好，对这种病症，对这些磁场有没有改变的作用？有。但是原则记住，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不是无中生有的，一定有它的局限性。局限性，别说我们了，佛祖都不可能办所有的事都成，明白吗？叫度不济世人，叫佛度有缘人，何况我们呢，都是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做事不能做绝，说话也不能说得太过啊。说我这学完修理乾坤呢，专门治癌症了，是吧？那容易挨打，容易打得满脑袋包啊，这都知道。那么吃口呢，这个大家能理解了吗？能。哎，因为老师讲的过程当中会配合一些案例，大家就更容易去学习和接受啊。要不然光讲记不住，有的时候就很多东西就都容易忘了。下一个是什么？小吉，小吉，那么小吉当然是吉的嘛，哎，小吉是吉的，好，而且呢，小吉是纯阳卦，啊，流连是纯阴卦，来写上吧，这以前都没教过啊，这是秘传的东西，道家讲的啊，但是有更深的内涵，以后明天后天课程，老师要是允许的话，老师给深入再讲一讲啊。小吉呢，代表什么呢？小吉小利啊，就好不好事儿？好事嘛，好事叫小吉小利。事情会有好的结果啊，说这件事情测到小吉了，怎么样？这个事情会有一个好的结果。那么小吉的五行，大家看跟什么相同？跟大安相同，看没看到？哎，小吉的五行也属木，大安的五行怎么样？属木，也属木。你看他俩对照着啊，正好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哎，就这样记就好记，要不然你就背呀，背硬背就很难掌握啊，有些东西需要一个过程啊。那么凡事呢也代表多少？一五七，你会发现它的数字和什么数字相同？哎，跟大安，大安的数字相同，方向相同，哎，包括五行怎么样也相同，颜色也相近啊，有它的特性。那么同样呢，颜色是什么色呢？绿色，绿色。如果有区分的话，可以这样讲，大安测到了这个人穿的衣服是青绿色，就深绿，能理解吗？如果测到小吉了，这人穿衣服什么色？浅绿色。哎，浅绿色，它有深浅的一个概念。那么大安呢，如果从木的角度来讲，它是大树，有参天大树，能理解吗？哎，就像跟甲乙木的概念一样啊。那么小吉如果测到了一般什么树？一木。哎，小花小草小树啊，这个概念是有一定区别的啊。这个是通过和大安的比较，你要做记忆啊，别的先不用理解，先记住就行。哎，不管对错，你先记住它。那么同样，小吉呢又临六合，代表和合、合作、合伙，这是很重要的啊。记住，卦象临小吉，假如说这个人打电话找你去预测，预测的过程当中卦象临小吉了，这件事情一般的都是合伙合作的，不是他自己在干。一定是两个人或者三个人或者更多人，能理解吗？最少两个。那么当卦象出现小吉的时候，就知道不是一个人在做这个事儿，这件事情是多人合作合伙的，
而且在合作和合伙的生意上，最喜欢看见出现什么卦？小吉，哎，小吉出现了，就代表这个合伙合作和卦象相符合了，就天不能言，以象相告。这个象怎么样？符了，符合了，哎，符合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说是更好的。这个概念大家要理解啊。那么病伤在肝和肠啊，这个有区别啊。那么刚刚大安代表什么？胆是什么？四肢啊，不是四肢啊，四肢。和胆，那么在小吉里面呢，它代表肝和什么肠？这个肠代表大肠、小肠都算啊，肠，因为它有一个特性，六合的一个特性啊，这个要知道。那么卦里小吉一般都是什么好事儿？好事儿，哎，特别是合伙经商最佳。老师已经讲了，如果别人合伙，比如说两三个人一起合伙，卦象正好一测，测的小吉怎么样？好不好？好，哎，这时候是比较好的。小吉呢，也代表不是一个人。是两三个人或更多人在一起状态，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儿子跑丢了，但这事最好没发生啊，那给妈妈吓死了是吧？那儿子跑丢之后呢，你赶紧算一算呢，卦象得到一个什么小吉啊？小吉怎么样？儿子有没有事儿？哎，基本是吉的，而且还可以确定你儿子不是一个人，好几个人在一起，明白吗？一伙人啊，当然不是说那个。偷小孩的那团伙啊，要不然卦象不会给你小吉，卦象给你小吉一般都是吉的，可能是几个亲戚或者几个朋友或者是公安局的几个叔叔带着孩子呢要给你送回来了，能理解吗？哎，这个事儿来讲对我们来说是吉的，而且小吉只要出现，对方就不是一个人啊，不是一个人，一般的都会是多人啊，比如说别人找你测十次卦是吧，顾老师、张老师、马老师，哎，你帮我看一下，我今天下午有个事儿，能不能成？哎，你就可以告诉他，你说你今天下午不是一个人去，你是多个人在一起要办什么什么事儿，而且这个事儿有可能是合伙合作，要做一件生意，能理解吗？哎，它的特性就出现了，在禄中也是，也是几个人在一起啊，它有这样的一个象，更多人在一起的状态。凡事呢，测的小吉呢，都可谋为啊，小吉还是好的，可外地经商发展。那么刚刚老师说了，大安可不可以往外地跑？可以。小吉可不可以？可以。哎，小吉可以，小吉特性呢可以往外地跑，可以合作，可以到其他的城市，或者你搞到国外都可以，这是没问题的，因为它的卦象本身就有这样的特性啊。可多人合作经营，可外地经商发展，所获得的收益将更大啊，但需防合作不长久啊，因为当然了，合作合伙你也很难长，你不要想太多，合作个一年两年三年啊就差不多了啊，钱该赚一赚之后，你分一分，我自己干一个也可以啊。特别是我们北方人啊，北方人呢在合作上和生意的合伙上有的时候观念不太一致啊，南方人还好一些，我发现有十个人八个人，有的几个商会啊，因为老师接触一些商会的老板，有的几十个人合伙做一件事还做得很好啊，那北方人就干起来了，最后啊，那可能跟北方人的豪爽的性格有关啊，都想说了算，哈哈，最后就出问题了。小吉呢也代表有贵人帮助之意，做事多得助力。记住，小吉也代表有贵人啊，有贵人，这个是很重要的。什么意思呢？当卦象出现小吉的时候，它就会出现第三方的能量，人或者物对于你这件事情的推动和助力，能理解吗？也就是说有贵人帮忙，哎，有贵人去帮助。当这件事情，比如说老师举个例子，这个身体生病了，如果卦象推到小吉，那么这第一这个病怎么样？哎，小吉他一般不会说是吃口那么严重，说要死了啥的，没那么夸张啊。但是小吉一般呢都是综合症。什么叫综合症呢？就是这里面讲六合，合合就是多种病，他可能是光咳嗽，不是，除了咳嗽还发烧，除了发烧还嗓子还发炎啊，除了发炎就还不舒服，但是一般呢不会是大病。而且刚刚老师强调了，这个时候如果卦象出现小吉了，而且是病症的情况，需要第三方帮你去治，自己治不好。记住什么叫第三方呢？你可以举个例子啊，你自己买药到药房买同样的药治不了你病，你找了个人朋友，明白吗？给你送一瓶药，同样的药吃完就好，行，那很有意思啊。
它就是能量的不同，因为它能量正好符合小吉的特性，小吉就代表和合和六合，明白吗？所以如果生病了，遇到小吉了啊，确实是感冒了，怎么办？自己别去打电话，老铁或者朋友闺蜜，哎，给我弄盒药，我是白家黑什么什么的都行啊，哎，给他药给你送过来，最好是过来两个人三个人，人越多越好，因为这种能量它更符合小吉的特性，这个时候这个药一吃确实就好用啊！如果你自己去买药了，往往就治不了病啊！真的，因为这个老师的经验啊，也就是说，在身体生病的时候，如果临小吉，一般要借助外力。什么叫借助外力？找别人，就自己，假如你自己是医生都不好使，哎，你一定要找别人去挂个号，那去门诊，让两三个医生给你摁床这儿，不正常啊，正常检查，摁床检完查之后，给你一顿治，哎，就好了。啊，人越多，这个效果越好。而且什么意思呢？你看老师上次。有个东西，有个学员东西丢了，卦象推到小吉了。我说你自己找不着，我说怎么办呢？我说你找两个人跟你一起找，啊，很快就能找着。结果说，哎，我能找着吗？我刚刚给屋里都找了一圈了，没找着。结果后来他给他老公给孩子都薅起来了，半夜啊，赶紧给我找。结果不到三分钟给我打电话，郭老师找着了，就在那儿呢。哎，刚才我怎么没看见呢？这玩意太神了，就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秀比乾坤一根树，有的时候它体现的就是这种象。来，李老师把这个象写上。其实《易经》当中我们知道说天不能言，以象相告啊，它给我们的这种象就代表这件事情的发展，直接写个象字就行啊。它其实就是一种能量，也是代表的一个发展方向，也是一个特性。当这种特性形成之后啊，那个象，大象的象啊，都行啊，可以啊。什么意思呢？秀比乾坤一根树测出来这个事儿，如果正好是小吉。小吉代表的就是什么？六合，合合，合作，合伙，他就不是一个人，他这种能量就需要多人的助力才能怎么样成功。哎，就找东西也好，治病也好，他都具备这种特性，他就更容易成功啊，很有意思啊。还有一次呢，还有一次别人有个东西丢了，丢了之后呢，我教了一个奇葩的招，奇葩的，什么叫奇葩的招呢？我说你把胸前和背后贴两张黄纸，是吧？我说你不要用手找，找一个木头的东西，你去找。哎，结果就很有意思，他真拿个真信呐、啊，就特别信啊。胸前给我贴两个黄纸啊，拿个木头的棒，你找，就真就找着了。哎，有的时候你要符合这个相，当你符合这个相的时候，我们知道啊，宇宙万物啊，它都有规律。当你符合这个规律的时候，就叫合道了，合道了。在一定程度上，你就会得到什么？助力，这种助力是宇宙自然界能量场对我们产生的一种助力。当然了，伤害也是一样。那比如说刚刚老师讲赤口好不好？不好。那么赤口颜色代表什么？赤口咋又长白色呢？白色对吧？那么假如赤口身体上得病了，适不适合穿白色的衣服？不适合啊。为什么呢？卡中了，对，因为赤口本身就是凶，凶就是代表白色，白色就是凶啊。如果你穿白色的衣服，是不是就加强了赤口的凶的磁场？也就是说，你更符合赤口的这个相了，明白吗？那么看医生，我们后面都会详细讲啊。可不可以选择四七十的时间去？不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符合相，就是太像他了。你太像他了，你像赤口，那么对我们来说怎么样？那你就是他了，你就是他了，能理解吗？当你特别像他的时候，这种宇宙的自然界磁场都会给你施加赤口的能量啊。所以这个是五行阴阳啊，其实万事万物，我们经常讲说万物不离五行宗，通过五行的生的关系都可以相对的去改变和制衡宇宙间的一种磁场和能量啊。包括穿衣服的颜色，吃食品，它是都有作用的，它不是迷信。包括我们中医经常讲说肾虚的人吃什么颜色的食品？黑芝麻。你看来你们都吃过是吧？黑丸子，什么大力丸是吧？我很多男同学我看呀，黑色看来都没少吃是吧？一看就肾虚是吧？哎，它有道理的。因为中医来讲，它的颜色也好，五行也是入五脏，五种颜色同样对身体的五脏有影响。那么同样说心脏颜色属什么？红，因为火，对吧？心脏属火，那么肾脏颜色是黑，因为它水特性是什么？水，能理解？肝脏它的五行是什么？木，哎，它的颜色是什么？绿色，它的特性就是在这儿呢。啊，这个我们要知道。那么脾脏，脾
脾胃对我们来讲它的特性五行是什么？土。哎，土它的颜色是棕色黄色。哎，黄色就土色啊，这样的感觉。其实这些东西不是迷信，是老祖宗几千年的大智慧，包括黄帝内经五运六气，这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科学的，只是我们不理解，不理解就认为这些东西是迷信。其实不是迷信，万物万事都有它的能量场。老师说了，一个牙签儿、一张餐巾纸都有能量，大家认同吗？当然了，这个牙签、这些餐巾纸能量对你是帮助还是伤害？对我们帮助好不好？好。对我们伤害好不好？肯定不好嘛。那万物间的能量，我们学习国学就是想借助这种能量对我们产生什么帮助啊？所以我们才会避凶趋吉啊，也就是对我们不好的我们尽量规避的，吉的我们怎么样趋吉？来把趋吉这两个字写了。大家知道什么叫趋吗？虚寒，虚寒这词儿讲的挺好的。哎，虚像这种方向的感觉是吧？哎，可以这样理解。趋势这个应该是更准确一点，能理解吧？至于虚寒这个也可以啊，也可以，只要能记住就行啊。那么趋吉，哎，就是向吉的方向驱动，明白吗？推动。哎，那么也就借助这种极的能量为我们所用。那么人生存在地球之上，无外乎宇宙间的磁场和能量对我们好或者坏，对吧？好的，如果能量越强，极越趋越极，对吧？好事对我们来讲越多怎么样？越好。那坏事我们当然不需要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避。哎，避凶写成，后面再写成两个字叫避凶。避这个字能理解吗？可以。避开，就离它远点，跑。实在不行怎么样？哎，说我打不过你，不行怎么样？跑嘛，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啊！什么意思呢？当宇宙空间这种能量形成，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把握去把它给干掉，就克制不住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什么？避开它，避开它。特别是风水当中的一些核心概念啊，趋吉避凶，避凶是核心啊。古人的智慧更多的就是让我们平安顺遂。啊，不是说非得你发多少财有多少钱。而且现在我们知道，我经常讲人这一生当中啊，只有生死是大事，剩下的都是小事，大家认同吗？认同啊。特别是修道之人都这么讲。为什么呢？是老道不想死是吧？那不是说老道怕死，也不是说修道之人怕死，是什么呢？因为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来修行，明白吗？道家讲内丹呐、啊，就内丹功什么外丹功，这时间不够用啊，三十年五十年练不出来啊。因为我们知道四个阶段呢，炼精化气，炼气还神，炼神还虚，最后还要炼虚合道。那你每一个阶段你没有三十年整不出来，那三岁多少年？120年。那你从你一岁生下来就练，练到120岁就不一定成了，对吧？所以老道认为时间不够了，所以要练什么？全养养生，想多活两年，多活两年目的不是怕死，是因为他修行的时间不够。特别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在学习国学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触，我学的有点晚了，有没有？如果早20年早30年我多学国学，我是不是现在我也是高手了，对吧？哎，真的人生当中就少走太多弯路了。我们现在都有这种感慨。其实道家的文化其实很接近社会的，包括老道说炼丹最终的目的，他是想提升自己的境界，就是我说的修行啊。那刚刚老师强调的避凶趋吉，在我们秀笔乾坤当中，我们就可以直接的去运用或者说是使用。那么秀笔乾坤当中的吉，我们怎么样去就让吉对我们来讲更接近于吉，也就是说你越像这老伙计你越吉，明白？因为它是什么小吉嘛。如果你越像赤猴你越凶，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磁场、你的能量、你所有的东西都像他，这不是好事。就什么意思呢？一个好人一个坏人，你说你跟谁学？好人。那肯定跟好人学呀。你要跟坏人学什么意思呢？他干什么事你跟他干，你最终你也可能成为什么坏人，相对的坏人啊。因为我们对错很多东西都是辩证着看的。当然了，这个好人你天天跟好人学，学了一年两年十年八年，你可能更接近于好人，这点大家认同吗？啊，其实道理都是一样，只是大家不会运用啊，不理解这个趋吉和避凶的一个概念。那么小吉刚刚我已经强调了，它是代表吉的，有几点必须要记住。第一，小吉代表小吉小利，这件事情还是好的啊。这个小吉嘛，你听这个感觉小吉啊，你说我是小是不是不是大呀？怎么没整个大吉？没有啊。
六神当中只有这个小极，没有大极啊。这个概念要理解，它不是说小极就代表这个东西要小，不这个概念啊。但是它本身就是极的，而且刚刚老师强调了，小极是六神当中的存阳，流连是六神当中的存阴卦啊，它的特性是不一样的。而且在整个六神当中，我认为小极最好。第一，得贵人禄；第二，本身就是吉，而且还能合伙，不像大安，大安这东西还得或者一呆不能动啊，这干点坏事都不行，是吧？他坏事不能干，意思是什么呢？身不动为吉，动还发凶。但小吉没事可以这个表情干，是吧？啊，因为他本身就适合你往外做生意，合伙或者跟别人一起做。对于我们来讲，叫借力，而且有贵人助力啊，是非常不错的。六神当，当然了，大安、素喜、小吉都是吉的啊，都是吉，只是它方向不同，明白吗？所谓方向不同，老师刚刚强调了，大安更倾向于向内，能理解吗？而小吉更倾向于向外，它是扩散的一种能量啊，扩散的一种能量，这个大家要记住啊。当然有几点我们必须掌握，第一，小吉代表小吉小利，它的方位是什么？东，跟大安的方位相同，能理解吗？哎。它的颜色跟大安的颜色也基本相近啊，也是青绿色、翠绿色，它代表翠绿一点，嫩也就嫩绿一点啊，这个概念。那它的五行呢，跟大安也是一样，属什么？属木。它的数字跟大安也是一样，代表多少？1、7、5、7啊，这个容易记混啊，所以要强化记忆。而且你对比一下，你把跟大安微一放，你就能记住了啊，要不然单独记这六神的知识量其实也挺大啊，这是我们需要掌握的。那么小吉剩下一个最后一个是什么？空王。好，空王。空王实际是凶呢？凶的老师用绿色的表示了啊，红那红的就是吉啊，绿的就是凶，这便于大家学习啊。这以前的课件老师都没这么设计啊，这是为了大家来学习，老师特意设计了啊。老师费了好大的心血啊，希望大家能用心啊，用心。因为以前大家知道，我们以前学过修理乾坤课程，有一些小班同学是吧？哎，是不是有些东西都没讲？哎，今天讲的比较多，因为我看全国好多同学来了，而且我也希望大家真正能有所收获啊。那么空忙代表不急，空忙，白忙活。什么叫白忙活？能理解吗？就忙而无获，就是忙了一大顿，最后怎么样？没有收获，也就是白忙一场。哎，叫竹篮打水一场空。哎，那么假如投资也好，干什么也好，能不能赚到钱？哎，你不赔就不错了。特别是赌博，遇到空王，要血本无归，哎，一定的，啊，一定的。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啊。那么颜色是黄色，五行属土，方位是中央，临沟辰。哎，那么其实呢，空王的特性啊，大家知道，第一，它的五行属性是什么？土。哎，颜色是黄色，哎，它是临沟辰的这个特性。方位代表哪儿呢？中央，也代表路旁，就马路边儿啊，路旁和中央。那老师写一下吧，这个有一些资料应该没有啊。西南和东北不也是？那不能这么算啊，不能这么算，这不是按八卦去算的。老师明天会讲啊，先不着急，后面也会讲一些其他的内容啊。这个沟辰呀。好，青龙也好，玄武也好，白虎也好，这个只是神，明白吗？哎，当然了，我们明天后天如果时间允许或者有缘分，老师把十二神传给大家，这个是更精准啊。这个呢只是代表的意思，你就先知道勾神这个概念，能理解吗？哎，那我后面我会详细讲啊，包括说青龙代表什么，白虎代表什么。那首先青龙急不急？急。白虎急不急？急。还不急，你先这样理解对吧。那么朱雀我们知道朱雀是吉吗？吉。哎，朱雀我们代表素喜，素喜一般人朱雀对吧？哎，它是吉的，相对啊，相对。但是朱雀在我们学习奇门遁甲当中，它会代表一些口舌是非，能理解吗？包括眼疾、眼睛出现一些问题啊，它有特性。它所谓的吉只是特定的方向啊。好，那么谋士呢，主369，那个跟什么相同？素喜。哎，素喜的数字啊，数字啊，老师指的是数字啊。和空王的数字怎么样？相同。哎，记住，你这样记就好记了。刚刚说大安和小吉的数字怎么样？相同。那么素喜和空王的数字相同，也是代表369啊，这个概念你要理解啊。但是五行是不一样的啊。素喜五行是什么？火。对，颜色是红色。那么空王五行是什么？土。颜色是
黄色啊，它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啊。好，那么有不及、无结果、忧虑之含义，这个大家能理解吗？是这件事情遇到空亡了。第一，急不急？不急。有没有结果？没结果。还忧虑，对这件事情有忧虑。还有一个特点啊，那么病伤在脾胃啊，脾胃特点包括腹部和生殖系统啊，这个大家记一下啊。刚刚我们记得身体的部位啊，它有一些是相同的啊，相同的。但是在空亡当中，我们就记住腹部吧，你就这么理解吧。因为我们怎么记呢？大家这样记，空亡是不是代表中间？对。哎，中间代表是不是脾胃？对。就土行土嘛，那么所以就代表腹部，能理解吗？就整个肚的这个腹部区域啊，生病了，包括这里它跟它都有关系啊，还有生殖系统。啊，生殖系统包括男性、女性的都有这个特点啊。空亡还有假象之意，什么叫假象呢？空亡就听这个文字和词儿，空亡，空就是没了，对吧？哎，亡那就挂了啊，说的比较吓人。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它是有假象，假象不实，包括虚假，看不到，联系不上。就是比如说我们手机信号没信号了，算不算空亡？哎，也算。其实联系不到的时候，手机打不通，联系不上了，这也是一种虚象、假象，能理解吗？哎，能理解。所以有的时候呢，空亡它代表的特性不同啊，不能直接说空亡就是凶。比如说，东西丢了，遇到空亡能不能找到？哎，当然了，这卦是凶卦啊，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不一定丢，明白吗？有可能会有什么假象、假象虚象，但是记住。只要卦象给我们空亡了，明白吗？哎，就代表着这个东西不会在明面放着，一定是藏起来了，明白吗？包括它绝对不会在桌子上这么大东西里边支着的，明白吗？但卦象这些象只要给我们了，空亡出现了，一定是收起来了，在衣服底下最底层压着，或者在这柜里头伸着藏着，或者在衣服兜里面揣着，你表面上能不能看到？看不到，因为表面上啊，包括我们看不到虚假之象，包括找不着，它是隐藏的啊，隐藏的特性，潜伏之意，它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就是假象、虚象。但是空亡没了，没了，哎，东西丢了，丢了，丢了，哎，哪儿去了？没有，真没有。你看这哪？哎，给柜里头呢，给里头倒水，它绝对不会在外面呈现，呈现出来的卦象，它不会显示空亡啊，这个大家理解。所以东西丢了呢，遇到空亡找不着。不管卦象吉凶，东西丢了该找还要找，是吧？哎，那孩子丢了找不着，你就说吧，这个找了是吧？东西丢了不要了，孩子不能不要是吧？哎，特别很多女性啊，这当妈妈的都不容易，找我是吧？那不容易找，都得吓疯了是吧？那不一样的啊。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凶的事情，那么不好的事情，不是说卦象测到了我们就不干了，明白吗？记住，学习国学、学习传统文化的目的，老师一直强调，就是让我们积极、阳光、正能量。来，学生，积极、阳光、正能量，不是说你学完之后了，听郭老师讲完了，凶就放赖了，就是坐吃等死了。反正我今年也完犊子了，就这样了，是吧？那不行啊，因为积极、阳光、正能量，它会扭转和改变一些能量和磁场。首先，你的心态很重要。那么，东西丢了。即使卦象凶，该找的也要找，万一找到呢，对吧？你卦万一你起错了呢，是吧？特别是最贵重的东西，什么结婚戒指，是吧？你找不着回去跪洗碗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大家也知道。当然了，空亡呢本身它是凶的啊，一般的测一些事情呢，它还是不太急。即使东西丢了，假象是假象，但是不会在表层，它会藏起来啊，藏起来啊。这个我们一会儿后面。明天还会详细讲啊，如何寻找东西、寻找活物、寻找死物，它都不一样的啊。在小刘镇整个我们修理先锋一课书当中，它有一些是马前课的核心，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好，那么凡事主凶，测病临空亡都会有虚病，你这个写一下吧，这很重要，每次老师都强调，什么意思？如果别人找你预测是身体生病了，说哎，我母亲这身体不太好。你帮我看一下啊！当然，我们现在只会一招，日胜喜日，日胜什么？喜时。喜时三组数字最终下，掐住的结果，假如正好是空亡，说他母亲这个病怎么样？
凶嘛，当然空亡这病好不好？不好的，空卦象凶，你就第一，你就先定位是凶。当然凶是凶，但这个可能会是什么病？写着疫病，疫病旁边写什么？好，疫病呢，就是我们东北啊，或者是老百姓经常讲的外科病，能理解吗？哎，我不知道南方怎么叫啊，北方的就叫外科病，或者是被什么惊吓住了，哎，或者是这个病用药能不能治好？治不好。你一般到医院，医生告诉你，你找找高人吧，是吧？真是这样，大部分就是疫病，疫病，哎，就这个病，也就是虚病，我们叫虚病。记住，只要卦象测病，测病这个很明确啊，别人来找你的了，说给他母亲测病，给他父亲测病，给他孩子测病，给他老婆测病，或者给他自己测病，都是一样。如果测病的时候卦象正好推到空亡，你可以100%的确定他这个是虚病，虚病啊。当然虚病啊，它都会由虚慢慢的入实，如果由虚入实就不好治了，一定要尽早尽快的处理掉解决掉。哎，你可能到医生到医院呢、啊、不一定好用了，可能东北有那种神婆什么的，南方有什么神棍什么的，是吧？你可以试一试啊，包括呢可以找道家的或者佛家的这种大德高僧啊，去给你画符念个咒，你有可能这个病就得到解决了，因为这是疫病，也就是虚病啊。只要是空亡了，一定是产生一些不良的磁场，就摸不着看不到的东西影响的。其实什么是虚病，什么是实病，在中医当中它是不分的，道医当中更不分。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我说所有的病都是由虚入实，大家认同吗？认同。说感冒，说什么感冒？风寒感冒，听说过没？哎，风能不能看见？看不见。寒你能看见吗？看不见，但是能感受到风一吹是吧？冷了对吧？但是风寒入体之后，它会产生病症，对于我们人产生伤害，它都是由虚入实的。当由虚入实之后，说这人已经咳嗽了啊，大鼻涕流这么长了，除非出现象。出现实相了，这个时候就已经由虚怎么样入实了。刚开始风寒你很难捕捉得到的，哎，但是它有没有关系呢？有关系。所有的病症在中医和道医当中它讲的都是由虚入实，包括说癌症恶性的病啊，包括我也强调过了，一般的可能从信仰角度宗教角度来讲，说这个东西有因果，听说过没？什么叫因果？说有大因果才会得大病，是吧？说没因果不得病。哎，当然这是宗教的信仰，我们不反对，我们不提倡，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所有的病它都是由虚入实衍生出来的。说得癌症会不会一天就得？我说早晨挺好的，晚上嘎得癌症了死了，那你是那动作太快了是吧？不可能，它都是沉积了好长时间在体内，可能以前我们现在医学已经很发达了，可能在提前半个月提前一个月就能提前检测出身体的一些病症状态，这个大家理解吗？哎，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好，那么这里面写的很明确啊，应及时处理，否则由虚入实同样会危及生命啊。久病愈空亡不及，这句话大家记住吧，来，老师写一下，久病愈空亡不及。记住啊，什么叫久病？比如说这个人来找你测病预测，他母亲已经病了3年了，如果卦象推的空亡好不好？不好。对，当然第一这个病肯定还是有虚的，但是这个病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久病了，就时间长了，时间长如果遇到空亡了，一般的就麻烦了。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包括有的一些病遇到大安也不行，要归庙堂啊。我们明天都会讲啊，都会讲啊。现在我们会一项一项讲，大家先不要着急啊。心病遇空亡好不好？好，先对好啊。那空亡本身卦是不太好的嘛，但是就不凶啊，这种写的很明确。久病愈空亡不及，心病愈空亡不凶啊。心病就是刚得病，哎，说我母亲这两天身体不太舒服，刚刚的就昨天的事儿，哎，你帮我看看，掐到空亡了，虚病。当然时间长了，老师一直强调啊，由虚入实了，时间长了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最后也会危及生命啊，有可能就发现空亡了，这个人就会走，明白吗？虚的不解决，其实我们道家有很多文化，有的叫撞煞，大家知道吗？没听过，没听说过，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我们叫红煞、白煞，红煞就结婚，明白吗？对。哎，白煞我们能理解吗？啊，就是有人去世了，等等创煞了，有一些创完煞之后，基本就7天，或者最多49天，这个人怎么样？
就会没，说很严重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小瞧了虚病，有些虚病由虚入实之后，它可以快速的让一个人没有生命体征啊，就是去世就很快的。当然了，如果你真能找到高人，在短时间内七天之内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可能就会转好，明白吗？如果找不到，另有发展，有可能七天或者49天之内这个人就没了。啊，就是装傻是很严重的啊，有的可能老百姓都懂啊，包括有的呢说去世之后说家人有去世，我们有的说有一些生肖属相不让靠边，还记得吗？哎，有的说法很多，农村有一些说法很多，还有呢我们农村呢有的时候东北啊管这个去世的这个祠堂啊就央啊，央说呼到谁那儿就麻烦了，还有从丧等等的一些问题，就非常复杂。但对我们来说呢，我们学习秀笔乾坤要知道，如果卦象推到空亡了，你第一时间就要考虑到虚病的问题要不要解决。要。哎，光上医院、光吃药、光打针不行了，这个时候你可能要考虑考虑，弄点偏方啊，或者特殊的高人呐、啊，去处理处理啊、哎，也许这个病症就得到解决了啊。这个空亡能理解了吗？那整个六神的吉凶是不是大家都理解了？是。好，我们再复述一下空亡啊，一项一项的去理解啊。第一，空亡代表什么意思？不吉，空亡，不吉，空忙，白忙活，哎，就空亡嘛，这个概念。那么第二，空亡的五行是什么？木。这五行很重要，因为我们明天后天课程都要用得到啊。那么第三，空亡代表的方位是？中央也代表马路旁，就路边这个概念啊，这个老师已经讲了。好，那么还有一点，空亡本身在身体当中代表什么？脾胃。哎，脾胃和腹部能理解吗？哎，腹部就整个肚子这个位置，这几点你要知道。空亡的数字代表什么？3、6、9。哎，这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这几点知识点，是老师强调的。必须掌握的，包括说卦象推到空亡了，说投资遇到空亡了，投不投？不投。哎，不投。说结婚遇到空亡了，好不好？不好。因为它毕竟是凶卦啊，记住啊。而且空亡从文字上来讲，空和亡都是不太好的，对我们来讲是不喜欢看到的，所以它对我们是一种伤害啊。这个大家一定要理解。那么整个六神的吉凶和六神代表的一些含义，大体上是不是大家理解了？是。掌没掌握？掌握。能不能记住？能记住的举下手，我看那边举手举得比较快啊。那个宣家记住什么了？记住了六神啊，都记住。以前学过吗？没学过。没学过。那老师出个题好不好？啊，答对了加分啊。好。那么小吉数字是多少？对，大家不要提示。啊，可以吧？小吉，小吉是一五七啊。谁说是七十？扣分，谁说的？啊，老师没说空亡啊，也没说赤狗啊。好，几组？八组。好，今天到目前为止，谁是第一名？八组。四组是第一名啊。来，四组举下手，我看看。三组举下手，我看。哎，你们很厉害的，这边是生气吧？谁说的？你算了吗？算没算？你算个什么生气吧？是吧？好，我们看一下时间。